角。然后其实昨天民宿老板有提醒我说，因为他觉得好吃是很好吃，但是吃多了会有点油腻，所以他建议我不要买太多，就是大概一个五个就好了。然后我觉得还蛮便宜的，因为一颗煎饺是才5块钱，我买5颗是25，然后蛮大条的，就还蛮划算的，这样子五元一个。然后它是煎的，就是后面是脆脆的，真的蛮好吃的，而且很香，里面的韭菜超香的，然后那个酱油也不会太死咸，然后里面他们煎的脆脆的，所以咬起来会有卡滋卡滋的声音，我觉得好吃耶。对，刚来院里可以吃那个煎饺。直接点餐之后就可以了，那我们现在点餐吧。草本的味道，但没有这么的重。然后他们是先泡好的，就是一壶一壶的放在冰箱里面，然后如果你点一杯的话，它就会从壶里面就是倒出来给你。取回来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往那个院里车站的方向前进。这里已经是台中了，是台中海线进台中的第一站。然后刚刚那个售票的站员很可爱，他送了我一张就是盖了印章的车票，我真的觉得他人很好。可以看到，刚刚我们在路上我看到的指标所说的就是古桥。不过很可惜，这个
铁桥没办法，这个古桥没有办法走，因为它现在好像是在维修，所以没有办法上去。不然我觉得上去拍的那个 view 应该是蛮好看的。走一路上都有很多指标，然后就顺着指标前进就好。那我们现在先去妈祖庙跟妈祖拜个码头之后呢，就开始来吃周边的美食。Hello， 刚刚已经跟妈祖拜完码头了，那我们就来吃午餐，然后等一下会先去吃几间我想吃的店。如果有没吃到的，或者是你觉得不是很可惜的店的话，欢迎留言跟我说，我下次来大甲再去吃一遍。那我去吃饭喽。芋头冰两球，然后这样45块。这是我刚刚点的那个宜吉的那个粉葱饼，然后它其实会用一张纸，然后加塑胶袋这样包着，然后这样一个这样40块，然后里面有一颗蛋。然后如果你想要吃两颗蛋的话也可以，加10块钱就可以有双蛋。那我再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它的蛋其实比较像荷包蛋的口感，蛋跟葱跟饼其实是分开然后夹在一起这样一起吃，它并不是像把九层塔跟那个混在一起煎的，口感吃起来是有点分开的，蛮好吃的啦。去清水，预计是要搭计程车，然后到高美湿地。走吧。
然后厕所的话有一间、两间、四间、五间，然后有三个山海吹风机，然后淋浴间是在这里，然后有六间可以使用，然后是淋浴的，然后一样有沐浴露跟洗发露，有这样子的化妆台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